设计感，它的材质是比较好的。聪明机敏的眼镜行里，老板是一对热情待人的夫妻，除了为客人配镜验光之外，更愿意倾听他人的心声。我很喜欢一句话叫做卖的是温度，温度是指可能人跟人之间，比方你今天进来你没有没有消费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温度，把客人当作我的朋友，所以我就越来越喜欢这份工作。看似开朗的张善妮却曾有段惊恐的遭遇，年轻时莫名受到灵界的搅扰，让她生活在害怕当中，走宫拜庙成为寻求解决的唯一途径。而先生许孟修除了要陪伴太太之外，也要为着自己的遗传性肝炎寻求治疗，然而花费大笔金钱时间却不见疾病改善，让他深感忧虑。原本应该是愁云惨雾的家庭，却因着张善妮的一场梦，让他好奇地走进教会，却也帮助这一对夫妇一扫人生阴霾。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不少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哦？很多人叫做鬼压床，睡觉睡到一半的莫名其妙全身都不能够动。我其实也曾经有过，然后呢家人就告诉我说我太累了，压力太大了。可是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来宾，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蛮长的时间持续的，而且是非常真实的感受到这种恐惧。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生命故事，欢迎张善妮。善妮你好。你好。哇，刚才讲到鬼压床，对不对？听到这几个字大家就觉得好像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不过你的情形比较特别一点。我们家有四姐妹，然后我们是上下铺，对对对，我是老大，那我是睡在某一侧的下铺。是。那有一天半夜我可能准备要翻身，因为我都平躺了睡觉，准备翻身的时候，那我准备从右边下床翻身，刚好也就听到一个声音，是很像狼狗的声音，它就有点像那种野兽的鸣叫声这样，然后就从我的耳朵这边声音灌进来，然后就不能动。就在你旁边，对，它感觉就在我旁边，然后。走进我这边，当下我有点惊讶，说：“我常常听到一些别人有鬼压床的经验，我想，难道就是这个吗？我怎么会遇到这个状态？怎么会是我？”然后我那时候一开始是很惊恐，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我都不能动。”然后我还在思考的时候，就是开始有点恐惧，是好像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这是你第一次对有这样，那时候你多大？大概20出头吧。哦，也已经20出头了。20出头，刚应该说刚进入社会没多久。哦，还不是小的时候，不是小的时候，所以这个情况有持续一段时间嘛，对不对？常态性可能一个月会遇个一次左右，还有有时候会比较严重，就是可能一年会遇个三四次吧。我生完老大之后，曾经在坐月子的，应该说快坐完月子，然后有开始就会有另外一种的不同的灵异的感觉，它是一种像你半夜突然好像。有一秒是有个东西好像要出现，可是你全身变得冰冷，就是说你全身好像剩下骨头在，然后是冰冷的骨头，你就会不管那季节是什么，你就会一直发抖，然后上下牙齿会像电视在播那个像吸毒那样子，然后你会全身一直颤抖，然后会想要穿很多的衣服跟叠棉被，然后喝热开水。第一次我跟我妈妈提到这，她说你是坐月子没有坐好。然后我到了怀老二，我就怀老二之后坐月子特别注意，因为我因为这件事情，应该说这种频率比较严重，就是你当下你会以为你心脏要停掉了，到最后会叫我先生起来救我，就说你快点，因为我会跟他讲，所以他知道我不是坐月子的问题，因为我连生完老二还是会这样。所以我的健康是没有什么问题，我如果跟人家讲他们都说我是太累，但是我非常清楚知道那不是太累，因为我相信有灵界的东西存在。所以你每一次碰到像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的心里头的感受是什么？就是一开始从恐惧害怕，对，然后到最后觉得无奈，就觉得为什么我这么勤于去求助神啊，所谓的神，或是跑庙宇啊，对，或是家里也是初一十五都在拜拜，那为什么还是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可是我跟家人讲说，他们说你太累，我也特别注意说，有没有对，然后我也尽量让身体健康。应该说我很少看医生，就是我身体健康还不错的，然后我也是让身体不要说到很疲劳的状态，但是还是会遇到。哦，所以你们也算哈？应该说那时候是为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去孩子生病去问一下，那去的时候我那个算命的夫妻他们其实也是知识分子哦，他不是我们想象什么道姑还是什么之类，他们是
应该说孩子学历也蛮高的，然后也跟我聊教育的问题，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你可以每年来排流年啊，你知道你全家的运势怎么样，那我们就可以先做预防。我说哦，原来是这样。然后我就想说，那一年去试试看。他就跟你说啊，这三你们家六个人，可能我们家四个，还有爸妈六个人。他说这三个呢，今年运势不错，不用改。这三个要改，那可能他说的改法，改完大概有10000多块，一个人10000多块，没有全部合下来。哦，虽然是10000多块，但对我来讲，他这一笔是还不含我们全家，比如说安太岁啦，或者是说每年去庙宇，可能还有一些点什么灯啊，考试的文昌灯、光明灯那种东西。然后等到隔年，你想说，哎，今年大家都平顺过了，隔年再去的时候说，哦，那这三个不用改了，现在换这三个，就变成说它是一个无止境的循环跟。每年都有固定这笔开销在。对，因为你听了他说的不好的，你就会觉得，好像你不去防备是不行的。对啊，所以不改会怎么样？有曾经试过吗？对，所以我就有一次我就很纳闷，我就问那个算命先生说，哎，那我这样流年无止境的看要看到几岁啊？然后说，哦，我帮你看一下，他也是电脑作业，然后就查我的资料，然后就说，你好，因为那时候我大概是应该，他跟我说，你大概43岁那一年你会有个大劫难。然后就有点摇头，这样有个大劫难了。然后我想到摇头这样。对，然后我就想到他的太太曾经跟我说，我们曾经有跟我的客户说过，如果说我们预告你有劫难哈，要相信，因为很多都不听，后来都不在了。然后我就说什么大劫难？他说，这个很难说。对，然后这个不可泄露。是啊，我说是哦。他说不要说我没有警告你，看你要不要相信。最好是每年都来了，然后距离那个43岁，我可能还有7、8年。那时候我觉得说，我是不是只活到43岁？因为他们算命的其实会说，他们可以看得到，他们可以算出这个人活到几岁。所以我就因为好几次，比如说孩子们弄个什么符咒，他马上高烧就退了。当然是也有服药的关系，可是我就好像相信说，maybe 有这种说法。所以我就想说啊，那会不会我的寿命大概到43岁？大限就是43岁。对，所以我就想说啊，那就。有点悲观啦，但是就是变成说还是每年去算，然后也是活在当下，但是那种心态是带着恐惧的，所以系统很没有安全感呢。应该也算嘛，因为我怕失去这件事情，失去家人，怕失去家人的爱啊或之类的这种。妈妈也会说，哎，你不用花那个钱啊，但是你就觉得你有一个责任感，是希望全家都因为这样子的改运，然后是不是就可以避开一些厄运之类的。张善妮高中时期便开始受到灵异体质的搅扰，透过民间习俗的方法来驱赶邪灵之后，似乎有所改善，也让她开始深信借由拜拜能改变一切。它是属于一种灵异体质，那它属于一种灵异体质的时候，它在那种传统的拜拜的过程当中，它也非常的迷信啊，它也非常的就是摆上很多的时间啊，跟它的一些经历在那当中，但是都没有得到平安。他在跟我聊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得到他的脸是很纠结的，哎，对他可能有一些很抹不掉的一些阴影。拜那么多年，就是说那个我都不大喜欢，他就会很沉迷那些，有没有？有时候要带我去拜拜干嘛？我就想说假日他说啊，就跟他去这样，在拜的时候也拜了，就是说我自己就觉得说，哎呀，我难道心里在想啊，像善妮现在怎么有一点迷信？我自己会心里这样讲，这样想，但是不敢跟他讲。在高中的时候有参加美术社啊，就是对画画有兴趣，所以就是还蛮喜欢画画。那时候我觉得会很喜欢大自然，可能是那时候有接触景观设计的部分，对，所以那时候都是用针笔，像树叶啊，它都画得比较细。才华洋溢的张善妮对于经营修车厂的父母辛苦工作非常不舍，因此从小就希望借由课业的优异表现，让他们引以为荣。因为我们家族就是都很优秀，然后像我们的堂哥堂姐，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努力在就是在大家眼睛看到世界上追求的这个学历的方面，或许我们多多少都有这样子的压力。那可能这个压力对一个长女，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
是长女不是长子，我们又是生了四个女儿来说，其实那个压力是很沉重，她背负的不只是一种期待，她可能也背负的一种我们家没有儿子。是，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姐妹或多或少都有在追求一种父母的认同，那种认同不是追求父母认同而已，而是追求一个我的生命也能够被认同。像你比较特殊的一些灵异上的经验，是等到他成年之后才有越来越频繁的感受，不过在他年轻的时候求学阶段倒是课业上的压力还蛮沉重的，好，对不对？都是一直念书一直念书那种。应该说小学的时候会觉得读书是很轻松容易的事情，好像你随便没有怎么读都是考前三名是 OK 的，就觉得那时候小时候都是六年可能好几年是当班长，然后你家四个姐妹你又是最大，我是最大的，看起来姐姐的表现就都很好这样子，就是应该说爸妈也对我们还蛮注重教育的部分啊，在我们那个年代，他就让我们一些学跳舞啊舞蹈啊或是作文什么都学，美术啊就让我们去试，然后爸爸也很辛苦的工作，然后妈妈就会很注重我们的教育，那相对之下因为应该说妈妈对我们期许，爸妈对我们也有期许也蛮高的啦，但是就是我们就尽量去做，所以大概小学的时候念的都还不错，还不错，我小的时候能够这样子什么都学，其实家里头也负担得起哈，爸爸妈妈的工作啊经济状况。我爸爸算是闽南语说欧秋啊，就是汽车电机修配，在那个时候其实他算是一个蛮辛苦的工作，但是我爸爸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人，所以他很努力工作，他也蛮注重家庭的一个氛围，就是假日的时候他只要有空他收工他就拿着吉他，然后就可能全家妈妈煮个小点心，然后就全家一起唱歌或者开个家庭会议这样，那感觉很和乐耶。对啊，尤其在我那个年代，我觉得我爸妈其实想法还蛮新的，所以对你的管教上也不会打骂教育这种。打骂教育倒不会，不会耶，可能女孩子比较乖也是，但是只是有时候他们会觉得比如说你考不好他们就有一点失望，会失望，所以我会觉得很怕没有迎合爸妈，就是怕爸妈失望就没有达到他们的期待这样子。对对对，可最起码在你国小的时候表现都还不错，所以才有能力说再去多学一点多学一点东西。是啊，但是到国中就一塌糊涂了。是啊，因为小学你在顶尖你轻松念书就应该说你很轻松就可以读得不错，可是到国中因为我小学老师就推荐我说你可以去私立学校试试看，那时候我是算在台中县的偏，在沙鹿那个地方他算台中县，老师一说你要不要到台中市去念私立的国中，说那边的话其实升学率什么都不错啊，然后我妈妈就说好，那我去到那个地方其实都是来自各个学校的第一名嘛，有很多是市区的孩子，所以还是有一些城乡差距，差很多，所以我变成以前是前三名，后来国中可能都在后面倒数几名的，所以我的心态一下子落差太大，所以就变成那时候国中是非常安静，就是好像觉得可能那种意气风发已经没有意气，因为觉得自己小时候很骄傲，那国中的时候就觉得好自卑哦，所以我国中其实有一段时间其实基本上是非常安静的，感觉可能有点像自闭症这样，就是回家也不太讲话，连回家都不讲话。对，就是因为你觉得好像很对不起爸妈，因为他们也花了不少钱。对对，就是这样子。可是你原来喜欢，你说有学画画呀、跳舞啊这些的，原来也都学得很开心，感觉起来表现都还不错，那些都没有了吗？后来就没有，因为变成我妈妈有时候去市场买菜的时候，那时候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我有学舞蹈，可能有时候我跟我妹妹就会上台去表演。但是有同学的妈妈，可能我们的同学回家会吵他妈妈说我也要学跳舞，那妈妈有的妈妈是没办法支付让孩子去学，然后有时候在买菜的时候遇到我妈妈就说哇你们女儿很栽培很会跳舞，以后是要当舞女是吗？然后我妈妈就觉得很难过，她就回来觉得说还是念书是唯一，她就说那都不要学了，所以就变成说我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我本来想要去朝比如说舞蹈科班的部分去学习，但是那时候我妈妈就说不行，还是用以念书就是正统的学校教育是好的这样子。真的就是很传统的想法齁，有没有万般皆下品只有读书高的那种想法。對對對對對，没有兴趣方面的一个说转换，然后念书也没有成就感，然后又觉得对父母是一种愧欠感，所以就是很不快乐。
那时候有一首说谁捡到这个纸条我爱你，我那时候因为妈妈说决定不让我念舞蹈方面，我还用写的哭着写说我好喜欢舞蹈，舞蹈是我的生命，然后把它折一折从窗口就像那个 MV 这样丢出去，然后想说谁捡到这张纸条我爱你，就是仿佛希望有人懂说我的兴趣就在这时候被剥夺掉了。但我想妈妈也不是故意的，因为如果说在那当时她本来也很想栽培，但是如果说别人的耳语是觉得说这不是正路，那她也怕可能说女儿以后学跳会不会后悔。所以我那时候是觉得很难过，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感觉梦想都是离我很远，所以这个舞蹈的兴趣在那个阶段就算暂停了啦。不过等到之后有机会你还是回去跳舞了嘛，对不对？对对对，是结婚之后先生就说那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当做兴趣再去学学舞啊。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去救国团。救国团就想说做妈妈的下班之后去学个舞这样。后来是救国团的老师开始要找人比赛，所以我就再去那个舞蹈教室开始学，然后一路也就开始比赛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好像找回了一些自信。所以比赛结果都比得还不错。应该说还是蛮有挫败感的，因为我很努力。那比方说我比如说比印度舞好了，全国的比赛我可能就是拿到第二名，可是第一名重缺。这样已经很好啦。对啊，那或者是我比一个社会组，但是我出来的时候我的同伴都得奖了，我也自认我跳的应该是可以得奖的，不是自信过头，是我知道我做到几分，但是我得到的答案是你不能以职业组的水准去报社会组，所以我就觉得这世界好不公平。所以其实你跳的是超过社会组的水准，但那时候我觉得还可以了。那你怎么会用挫败两个字去形容呢？我觉得还相反，还是肯定你是跳得好的。我的挫败是可能在那时自己会很想，应该说喜欢想要比赛的话，就会希望能够争取最好的，就一定要拿第一名这样子。也不一定一定要拿第一名，但是他们给的答案就让我觉得会有一点，应该说比如说第二名，你的第二名是第一名重缺，如果说我的第二名有一位第一名，我觉得我很乐意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比赛的结果。可是第一名重缺的答案是什么，就应该说我会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它就算是不太公平的，就赛制有点问题，你会觉得不公平。对，然后另外一个是说你不能用职业组的去跳社会组，但是我不是职业的老师啦，我还没教学。是，对，但是后来我开始考一些证照的部分，我就想说那我要圆舞蹈梦，可是我先生又说你还是先暂停，因为我还是要以家庭为主，那时候孩子也小，有时候要补习班要接送，所以兴趣又是这样的中断。所以你的感受是怎么样？我会觉得人生好像一站一站，好像你会想要到达什么目的，是你努力了可是还是你没办法得到你想要的那种成果或是回报，不管是对比赛这件事情或者是对人啊的付出或什么，都时常会有这种感觉。那时候的我其实都很所谓宿命论嘛，就觉得命运的安排就是这样，我就这样吧。然后我现在还在想说下礼拜先生影片就要播了，那些算命的先生太太他们，我已经有快三年没有见过他们了。我心想说他们会不会看到我的不小心看我的见证影片的时候，会不会有黑暗权势在找回我。没想到我们在买东西，在路边摊，在清境那个地方，隔壁桌居然就坐着那一对算命先生夫妇。徐梦修在眼镜行工作时认识了正在重考大学的张善妮，两人很快的论及婚嫁。张善妮的母亲反对女儿为了婚姻放弃学业，只是在祖母的同意下，做妈妈的也无法拒绝。因为这个梦修因为我婆婆她觉得说她在跟她做朋友嘛，那我婆婆说我们去看，就是去看一下，这样看她做生意怎么样。那我婆婆一看就很高兴，就很得他的缘就对了，就说这个好了，这个好了，就说看起来很乖，又会做生意，怎么样？看起来很温顺那个感，就是他说看起来就是好孩子那个感觉，我婆婆就很喜欢他。他每天嘛早出晚归，早上出门，然后该休息也是要休息的。婚后的张善妮和许梦修除了为事业家庭认真付出，对于娘家生活的照顾也从未疏忽。只要我爸爸妈妈有任何需要，他和我姐夫是永远都是第一个到现场的。
我觉得他的孝顺不是他一个人在孝顺，是他们全家人一起在照顾着我的爸爸妈妈。对，嗯，包括我们，对，他很期待我把我每个人都照顾得很好。我跟我先生就是身体不舒服嘛，就去都会公园走路啊，我就十二指肠出血，然后就一直流汗，快晕倒了这样。后来我先生带我回去，就马上打电话给他，我女婿跟他就马上来带我们去看医生。后来再过一两个礼拜，我先生又鼻子又流鼻血，后来我还是打电话给我女婿，马上就到说好吗？我马上去。赛妮其实在成年之后才开始有比较多的灵异感受，甚至她刚才分享说越来越常去走庙之后，那个感受就更频繁跟更强烈。很多时候去庙里头是为了先生跟孩子的关系嘛，因为你很早就结婚了。今天的先生也来到我们现场，欢迎徐梦修。梦修你好。主持人好。哇，两位怎么认识的？来先生讲一下。嗯，一开始认识就是他到我的眼镜行配隐形眼镜。哦，对啊，那时候就开始认识。他很有气质，就很像古典美人，我觉得说这个女生不错，那可以追看看。我知道她要去幼稚园上班，会从我们店的那个门口走，那个旁边的马路走过去嘛，所以我就专程前一天还去买了衣服球鞋，然后跑到半路上去堵她这样子。真的专程嘞。对对对对，而且你看你前一天衣服也买，还买了球鞋。对对对对对，慎重其事，名片递出来，多多指教，要不要来我们公司打工这样子？嗯，刚好有那个机会，就把他拐过来这边上班。很好，很好。不过因为透过一起共事的关系，通过职场还有他的表哥，我觉得那时候觉得他是不错的男生了。那就是因为有实际上的接触了。对对对。那是婚后才开始接触到信仰的哈，好像是太太先开始的嘛。我的妹妹，我们家老二，就是她那时候她是得了，应该说有六年的癌症。那但是他是没有宗教信仰，就是有时候小时候跟我们一起拜拜，对。可是他嫁人之后基本上都在新竹，他们也没有拜拜这个习惯。然后刚好我们家老四小妹是基督徒，我们家小妹有带她去教会参加个课程之类的。那后来妹妹到新竹，可能也是上帝的安排，就是她在新竹又间接又认识的是教会的人，是。所以后来在新竹受洗，是。那是她受洗大概是在过世前半年。然后他在他追思会之后，大概一个礼拜左右，我就做了一个梦，就是我在一个很漂亮的地方，然后那边是很亮的，然后很白的，就是洁白的。然后旁边这边有树，然后我沿着一个山谷，那个是有一个蜿蜒的一个山路，绕过一个山谷，我的过世的妹妹就出现了，然后我们就突然好像回到了高中时代。他跑给我们追，我会说我们是我旁边感觉我好像是我的小妹，嗯嗯嗯，然后我们就回复到好像以前在追在嬉闹，在追逐，对，很开心很快乐，就是追着他玩闹这样，然后他就后来绕到一条小河边，然后他踩着小河的石头往前跑，就是我们要追着他就对了，然后我也跟着踩了几个小石头这样，后来我就停下，因为那是小溪流，我不会游泳，嗯，然后我就有点害怕水，我本来就很害怕水，然后我就停下来。然后就看那个溪水就是很透明，然后很干净，像水晶，还有一点亮光，然后还有很多小鱼在里面游。我就抬头看我妹妹，她在距离我八步的地方，她就站在那边，她穿了一身长袍，然后我就想，我还笑她，因为我是拜拜的，我笑她说你穿那样做什么？你以为是尼姑吗？然后她的手就挥说跟上来，她就转身走了。然后她就走了之后，我就看一下环境，就想说，那我要离开这里。旁边刚好有一个河岸边有一道矮墙，那我想说，那我就是要翻墙要离开，然后我就醒了。我醒来之后就把这个梦写在，因为那时候我妹刚过世一个礼拜，我们家人都很悲伤，而且在我们家族的群组又包含我妈妈、我妹妹、妹婿他们，我就写这个。我小妹就在下面写一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领我至可安歇的水边。”然后我就开始想说，我妹妹是不是要告诉我们，就是我过世的妹妹是要告诉我们她在可安歇的水边？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过世要去哪，我只知道我们要行善，就是我不做坏事或是捐款帮助人啊。你在那个阶段其实就是一直每年都要去改运，然后一直想43岁大限的时候，对对对。然后到小妹的小组长，他就是建议我说要不要去教会听听一个生命更新营的课，然后我就看一下那个报名表，他的生命更新营的那个日期是我的生日，我想说，我的生日又叫生命更新营，我又在很好奇那个梦的时候，我想说好，好，帮我去听听看好了。
就去的时候，因为那个营会活动是有一个叫做预言领受的部分，等于是他教会姐妹他接收到这些来参加的名单，他预先帮他们做祷告，就是说上帝有没有什么话跟这些人讲。那他在帮我祷告的时候，他已经那个笔记本都写好了，他跟我说我在帮你祷告的时候呢，我看到你站在海边，你怕水不敢往前走，你脚泡在海水里，海水干净的跟水晶一样，看到很多小鱼在游，然后耶稣要跟你说你不要害怕，你要勇敢往前走，他要伸手帮你。在他当下跟我讲的时候，我真的感动到流泪。所以我就开始透过参加教会的课程，开始抱着一种好奇，应该后来还知道这叫饥渴慕义。那先生那时候有知道，他有跟你分享这个过程吗？那因为我们从小开始就是都是一直拜拜的一个过程，那加上自己开店，初一十五都是一定会拜拜嘛。是。那我就跟他讲说，那如果要去教会，你自己去，或者是我载你去，然后你就信你的基督教，我还是拜我的神。对对对对，一开始是这样子。但你也没有阻止他去。没有没有阻止他去，对。然后。鬼压床的事情呢，在你后来进到教会，因为其实你刚刚跟我们分享，就是你是成年之后，甚至先生也有好几次，对他半夜的时候，对他是 他睡到半夜的时候，他会突然能起来，整个人就是牙齿打颤，嗯，对对对，那个状况之下，就是，想办法让他喝热水，还有帮他盖棉被，但是还是会冷，所以你都也陪着他一起经历过了嘛？对那从太太开始进教会之后，有开始不一样吗？在这个部分？我突然有一天恍然大悟，说我居然我还没受洗，可是我已经没有再遇过那灵性现象，已经很久了。然后我就发现，我就终于知道说，哎，原来信就必得，就是你先相信，就几乎那个应该说灵异状况没有再出现。但是后来还是在我要帮教会拍见证影片前，又有出现了。那是什么状况？那我开始从递出见证影片到要拍。到见证影片要准备下个礼拜教会要播出的前一个礼拜，刚好我们有家族旅游，然后我现在还在想说，哇，下礼拜见证影片就要播了。那些算命的先生太太他们，我已经有快三年没有见过他们了。我心想说，他们会不会看到我的不小心看我的见证影片的时候，会不会有黑暗权势在找回我？没想到我们在买东西，在路边摊，在清境那个地方。隔壁桌居然就坐着那一对算命先生夫妇，哇！然后我先生说，我就说天哪，他们怎么出现在那里？我先生跟我说，也太巧了吧，在那个时间点。然后刚好那天我们去住民宿的时候，我先生跟我们家狗狗又被那个黑猫抓伤了。那我就心里觉得说，所谓黑暗权势是不是出来要威胁我说，意思是说他会胜过我？对，一种搅扰，我就心里更不平安，一种恐惧，但是。到了晚上，其实我们会有一家人共读，然后刚好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圣经要带着哦，就是到旅游晚上要睡觉前，我们还是一样要共读一下。那孩子们都带他们自己的圣经。那天晚上我们读的那个话语刚好是神，意思是说孩子就是信心要够。我突然发现我的信心不够，其实神他既然要帮助我们，他一定会帮助我们，不管这些黑暗权势他怎么样的方式出现。我一定要用信心来胜过这一切。我突然觉得，卸下我的重担。我觉得，原来神要告诉我是还是信心不太够哦。但是我就是要靠着我的信心，去打败这些所谓的心理的一种对黑暗权势的一种恐惧。对，那我也是一种学习。1993年那年，我爸爸因为肝癌过世之后，那去检查也发现自己是有B型肝炎，那又加上被那个医生跟你讲说，你这个一抗阳性以后一定会得肝癌。那一个亲人刚因为肝癌过世，然后一个医生又这样跟你讲，其实那个压力真的很大。身为家中经济支柱的许梦修，不但要努力打拼事业，又要对抗自己的肝炎，巨大压力下让他不敢购屋，生怕高额的房贷会拖累太太，影响孩子的教育。梦修因为他。口服药吃了各式各样的口服药都产生抗药性，快没有药可以吃了，所以最后他的主治医师就建议他用干扰素来治疗，他这干扰素的治疗第一次也是没有成功，然后就是我们就在小组就为他祷告，过两三个月以后，他的整个疗程结束了，就奇迹式的那个抑抗体就出来了。黑抗体出来，就表示这个疾病稳定了，它比较不会再造成肝癌的危险，所以
啊，这个闷秀他就有感受到神的神迹奇事，因为他已经吃药十几年了都没有改善。我知道他有定期在医院看了、啊，在医院看，但是后来看他还蛮养生的、啊。那我跟我先生都跟他讲说，不要为了赚钱，赚钱一定要赚，但是、哦、如果说我们够花就够了、啊、生活要快乐一点。我先生的观念是这样，因为我跟我先生是比较注重运动。江灿妮在接受这个信仰之后呢，先生虽然陪着他去教会，但是没有一个自己真实的经历跟感动哦，所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感觉。但后来状况也不大一样，是因为身体的关系嘛，对不对？是。你一直有一个疾病的困扰哈。对。嗯。因为B 型肝炎在我们家族，肝病这个在我们家族其实是一个算遗传性的疾病。嗯。我爸爸是因为肝癌过世。嗯。我两个阿伯都是因为肝病的原因。那个离开的，对、所以你从很年轻就知道说自己要特别的保护肝。就是我爸爸因为肝癌过世之后，那时候去检查知道自己有 B 型肝炎、对，然后就知道说哎、那我要定期检查。那我还记得第一次去检查的时候，那个医生看完报告就跟你讲说啊，你这个哈，你这个没有用，你这个以后一定是得肝癌。他就这样讲、他就直接这样讲。那时候93年嘛，93年我大概36、37岁吧。啊。对，那要这样讲。93年我大女儿才5岁。对，然后我儿子一个5岁，一个7岁啦。对，那你那时候会怕？会。对，因为你不知道说这个疾病什么时候要临到你。从那时候就是开始在做定期检查。医生给我们的讯息是说，你在30岁之前，你自体免疫的能力能够把E抗原转成阴性是最好。假设没办法的话，你可能要在后续就是以干扰素，然后如果真的再不行，就用抗病毒的药物持续做治疗。是。那希望能够把E抗原转成阴性，这样子对B 肝的患者是帮助最大的。那太太其实也会觉得有压力吧？会啊，其实也会担心，因为我很早就嫁给他嘛。对。所以我应该是说，我也不过问经济方面的钱财部分的管理，所以他也是我们家的支柱，精神支柱也是，经济支柱也是，经济支柱，所以希望他是很健康的。所以那时候为什么常常去拜拜啊，求神问卜，也是希望他是很健康的。因为我们不能失去他。对。所以在你们婚姻的比较早期，先生也有这种好像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得肝癌的恐惧，然后你又一直有个43岁大限的那种害怕里面，对不对？后来是怎么样才会让你觉得说在肝癌这件事情上获得一个解脱？那时候其实是一开始是哦，就我太太她讲到我小姨子不在之后，她开始去教会嘛。对对对。那去教会之后，其实那时候我就是真的是陪她去了，因为我觉得我原本的信仰就是在拜拜，对。然后那一次刚好有一次的主日是，就是一个牙医师的见证，他因为也是 B 型肝炎，然后门爆性肝炎，然后到紧急去住院。哇，门爆性肝炎很对，然后他也是E抗原的阳性，这个跟我其实都很像，只差我没有发病啊。对，然后在那一次的见证影片当中，是他太太是教会的姐妹，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帮他祷告，那他获得医治，然后也E抗原也转成阴性。那当下我自己一个感动是觉得说，哎，这个如果发生在我身上，知道多好。然后在那一次的主日里面，其实牧师有讲到，就是说要有小组的生活。然后我太太就其实她事后跟我讲，她自己有祷告说，希望能够有夫妻的小组的聚会。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也没有说特别的去想那些，只是说，哎，哇，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神可以医治你吗？那刚好那一次的主日散场的时候，就碰到我一个杀戮的一个客户，带他来的那个朋友，他就提到说，哎，那你可以到我们杀戮的小组啊，我们杀戮小组是，哎，一对夫妻，一个医生的夫妻组织的小组，他们人很好，你可以去看看。结果去了之后，有神奇的事情发生。去到那个小组之后，其实，在这个治疗的过程里面，其实经历10年的时间，一直都是阳性，没有转成阴性。那去到这个小组之后，是刚好有一次，哎，看到我们小组长，他刚好在吃一个药，那个药是我吃过的，我说，哎，你也吃这个，然后才会再聊到这个问题，慢慢的会跟小组的弟兄姐妹讲到自己身体的问题，然后也请我们
小组长帮我做祷告。我记得干扰素是二月份开始又重新治疗，那是两个礼拜打一剂的那个干扰素的针剂。那到六月份再去做验血的时候，那一次验完之后，因为我们是去诊间听医师的报告嘛，那医师就说：“哎，恭喜你了，你的E抗原转成阴性了。”嗯，我当下真的很高兴，因为，十几年的治疗，经过这么多的治疗，一直都是阳性，啊，也没有转阴，可是真的借着神的医治，借着弟兄姐妹的祷告，啊，就真的转成阴性，真的是很感动。嗯，所以你就是因为自己有这样的经历，然后你也决定要进到教会。对，因为我觉得神真的就是一个医治我们的神，一个充满。让我们可以充满盼望的神。对，那刚好我觉得你家最棒的是，因为太太原来早就想受洗了，对，是等着要等这个新堂建了之后才受洗，这么一等反而刚好等到你们一家可以全部一起受洗，是，啊，一家四口一起，对，哦，真的。所以受洗那天你心里头的应该感受很强烈。对啊，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应该说，从我没有再遇过灵异事件，加上像先生的病得医治，或者是说我们在心态上面的转换，因为我们相信这位神，而且还有这么的怜悯我们，所以我就在受洗那时候是真的非常快乐。其实我不太有恐惧了，你不知道恐惧，因为这位神是胜过一切的神，他都能够让先生这种几年来的一种担忧都能够当场，应该说见证复制见证，所以他也能得医治，然后我又不再遇到灵异事件，我就觉得哇，那受洗当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乐跟开心。那先生也看了太太经过这些灵界的这些骚扰啊，哦，感觉可能也很心疼。那你们都经历过了这些，所以到真的进入到信仰之后，那个感受上面是有什么样强烈的不同吗？我觉得以前的信仰，我们不管是去哪边拜拜，都是希望买多一点的金子。那我们希望说，我献给你比较多，希望你多给我一些。对，那我觉得基督教的信仰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就是说我对神只要单单的相信，那我不需要去跟你谈什么条件，因为我只要相信你，我知道你是一个爱我的神。那我只要把神你给我的话语，我把这个话语活在我的生命当中，那我觉得这个跟以前那种交换式的信仰是不一样的。当人进来我们店，我觉得温度是我们希望给人的，因为我也希望感受你的温度，我也希望你能感受我的温度。因为我很喜欢一句话叫看见生命的美好，就是你来配眼镜你看得清楚，可是你看到什么？你配了眼镜回家可能跟家人吵架，但是有没有看到家人对你的担忧或之类的？处在人生最低潮时的张善妮，因着梦境看见耶稣双手的钉痕，让她明白那一份为人牺牲的痛苦与慈爱，也让她对这一份信仰更加依靠。他星期六去教会嘛，对不对？他觉得我孩子都交给主，我觉得很放心。他说常常这样跟我讲。那受洗跟没受洗差在哪里？差就是说他不会像以前那种观念了，比较有胆量，这样以前是比较没有胆量。他现在是属于小天使，一个合唱团的小天使，对。所以像这样子的话，我对他蛮有盼望，是因为慢慢的未来一定也会就是带领好更多人在这个在敬拜方面能够更加的怎么说，能够吸引人注意到这个神的福音。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敬拜的舞台上，他更能够确信自己的价值。生命的转变让张向妮和许梦修透过验光的专长，协助身障机构为重度视障者来量身配置辅具，期待经由自己的付出能够在职场上帮助他人传递福音。自己有领受到神的恩典，虽然他们也感谢神，然后在从事他们的工作的时候，只要有任何有苦难的一个弟兄姐妹，他们都会跟他介绍神，然后他们也很乐意把带他们来到教会，带他们来到小组陪伴他们，而且他们会把
工作放下，就带他们来教会主日，带他们来小组，就陪伴他们。其实这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而且对他们的工作是有影响的，因为他们都要顾着他们的店。这些夫妻哦，开始真正进入到信仰里头之后呢，就觉得自己看事情的角度都不一样，甚至也希望这个信仰的祝福能够直接带入到他们职场当中。所以善妮，其实你刚刚在讲到说，你就因着这个信仰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你是不是就有时候会更多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神的爱，然后在你身边四周时时刻刻就会有那个感受，而且是很真实的。对，因为好像成为基督徒之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满心中有满满的爱，因为你接触到神的爱，你就很希望把这份爱分享给别人，是一种不自觉的一种满满的爱，想要分给别人。所以你会有一种热情。就像我讲，我本来不是很喜欢这个职场，可是我突然发现我开始喜欢跟人互动。所以即使店里面来一个，比如说老太太，她是独居的老太太，孩子可能没跟她住一起，可是她当来洗个眼镜、调眼镜，我都会泡个茶说：“哎，大姐，你今天下午去哪里或什么？”因为我也没事。然后他也是一个孤单的人，我就觉得说，在这个职场其实他不一定是要来消费的，可是他有的时候可能一个下午，他可能听听他的生活，或者是说跟他聊聊天，有人愿意听，对他至少有好几个小时，他不无聊，我也不孤单，对，甚至有的是那种北北，他来开始聊他的丰功伟业，就说、哦、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样，我就觉得哇，听他们的故事也蛮开心的，因为当人进来我们店，我觉得温度是我们希望给人的，因为我也希望感受你的温度，我也希望你能感受我的温度，因为我很喜欢一句话叫看见生命的美好，就是你来配眼镜你看得清楚，可是你看到什么，你配了眼镜回家可能跟家人吵架，但是有没有看到家人对你的担忧或之类的，对、或是你配了眼镜你看到这个世界有什么，还是看手机啊网络，所以我们两个一直 在做，就是说希望传达一个类似，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概念，就是说每一个客进来的客户都是我们的朋友，然后我们互相从对方身上学习，然后来看看上帝创造我们生命到底意义是在哪里。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我开始会喜欢我的工作。然后所以现在就是看事情的态度不一样，眼光不一样，是不是？哈，对，好像还会跟一些比较需要帮助的一些机构合作嘛。是，因为以前传统的观念觉得验光就是开个眼镜行，然后帮客人验光配镜。那其实有些视障的朋友，他们是需要一些特别的一个辅具才能够看得更好。那比如说扩视机啊、望远镜这些比较特殊的一个设备。那其实这个东西，你只要符合条件，政府都有补助。那所以刚好我有这个资格可以去跟辅具中心来做一个配合。那当他们的外聘人员，帮一些视障的朋友做这个视障辅具的评估。然后协助他们写出报告，送给那个社会局去给他们一个补助，这样子。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动或得着吗？视障的朋友很多都是不方便的，那真的是人生当中的一种挫折跟苦难。那我觉得我很幸福，那我也很庆幸说上帝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技能，能够帮助他们。像有一次在评估的过程里面，有碰到一个年轻人，他刚好考上一个学校的职员，那他一直不敢走出去啦，因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是用身障者的身份去录取这个工作的话，你的工作的环境、工作的量势必还是要做，但是不能够因为你是一个特殊的身份，别人就都帮你做嘛，那你怎么样帮助他可以把他的工作做得完整，而且是他能力能够做得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协助他的部分。是。那在评估的过程里面，也刚好跟他爸爸谈到，那在聊天的过程里面，刚好他爸爸也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对，就很巧，我觉得神的安排就很奇妙。那有讲到这个小孩子的一个为什么会从一个正常的人，然后因为一个疾病，然后造成他变成是一个视障者，对，可能出门需要白手杖或者别人牵的一个。年轻人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挫折，那在这当中我觉得神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说我应该要帮他做一个祝福的一个祷告，那就在评估在访谈的过程当中，我就会跟客人聊，然后就会跟这个个案聊，然后聊到他觉得说他觉得这样子我这样帮他评估也很好，然后他也可以接受我帮他做祝福的话，我就会说那
需不需要我来帮你做个祝福祷告？那我觉得，神的祝福是很奇妙的。我像就像善妮讲的，在我还没信主的时候，他就医治了我的病。对对。那我相信神也会给这些身心障碍者有更大的祝福跟生命。可以获得翻转的机会，是是是，而且我觉得你的感受可能会更贴近他们实际状况，就是你曾经有经历过身体上的某个困难，对不对？像他们一样，身体上经历一个困难，所以你更能够理解那种心情上的低落跟沮丧。啊，那经历了这个过程，现在感觉起来也进入到信仰里头了，整个生命或者是看待事情的眼光角度都不一样了。不晓得最后他们想要跟我们观众朋友来做点分享的，那是太太先开始好了。其实我很喜欢一句话叫做。要常常喜乐，不住于祷告，凡事谢恩。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只要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神，然后我只要常常保持喜乐，因为他叫我们不用烦恼，把重担卸给他，所以我们就因为他爱我们，而且我们不用烦恼太多的时候，我们就值得我们常常喜乐。所以遇到挫败的时候，只要相信神有在带领这一切，我就定睛在神，不要定睛在人的问题上面，那我就可以保持喜乐的心。然后不注意祷告是说，我常常要跟神聊聊天，说说话，或者是说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跟家人一起祷告，是这样，我们的情感有连结。然后凡事常常谢恩，就是真的，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有时候，就像我从小到大，我常常觉得我是本来是以为自己是没盼望的人。可是信了这位，相信这位耶稣，这位上帝在帮助我们之后，我觉得我人生找到盼望。我的盼望就是说，我只要，开心的当他的小羊，当他的女儿，我就觉得就是有个依靠跟盼望。然后我也希望我的家人都可以感受到这种快乐跟这种平安。你先生呢？有没有做什么分享？我觉得就是有一位爱我的上帝，是给我平安又喜乐的生活，让我不。平凡的生命有了盼望。那好朋友你们呢？我觉得今天你刚才善妮讲一句话，真的让我觉得非常感动。就是说，你说你很喜欢那句话，叫做"看见生命的美好"嘛。因为你自己是开眼镜行的，对不对？就是要让大家看得很清楚嘛。你刚刚心中说，你看得很清楚，但你到底看到了什么？对啊，是今天透过一个眼镜行的老板娘的角色，告诉我们这句话，很有得着。带来一个很棒的分享。谢谢两位，谢谢。神迹对许多人来说是生命当中一次特别的经历，但是对基督徒而言，神迹则是上帝在我们一生当中工作的痕迹。你觉得信仰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还是信仰是使我们胜过问题的力量呢？如果是前者，那么这个主人翁，信仰的主人翁就是我们，上帝成了仆人。但如果是后者，信仰的主人翁就是上帝。在今天我们听见的故事里头，我们看到善妮和孟修这一对夫妇，从不认识上帝到认识上帝，甚至在他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这一位超越也创造自然的上帝就已经在他们的夫妻当中做了奇妙的工作。我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遇着困难，即便认识了耶稣的善妮和孟修，他们仍然也会遇到挑战。但是上帝帮助这一对夫妇胜过问题的、胜过困境的力量，并不是在于问题立刻消失，而是让他们看见耶稣基督的那一双手，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所承担的那一双手，帮助了这对夫妻站起来，也帮助了这对夫妻面对生命和事业许多的挑战。而如今，他们非常享受他们的专业所能够带给人的祝福。凡是到他们店里的人，我们看见他们看重自己的职分，上帝就使用这个职分接触许多可能是孤单的，可能是需要被聆听的朋友。亲爱的朋友，不论你的生命现在正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不容易做决定的，不论现在的困局有多大，今天我们听见善妮和孟修他们生命的故事，这一位帮助他们的上帝，他也能够帮助你。不论你对他的认识有多有少，就像是当他们还不认识上帝以前，上帝就先为他们预备了恩典。深愿你能够经历并且认识这一位爱你的上帝。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上帝，谢谢你
不论我对你的认识有多有少，你已经完全认识我。不论我知不知道你爱我，你始终坚定地爱我。恳求你将这一个永恒的爱放在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电视机前面朋友的心里，使我们能够真正经历到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爱，也使我们有力量能够胜过我生命的困局。深愿你的救恩进入我们的生命里，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样的朋友，深愿你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爱，这一份爱要使你有胜过困局的力量。